泰国副总理兼外长敦表示，峰会纯粹出于政治目的，是政治操弄。泰国没有受到邀请，反而应该感到高兴。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指出，民主峰会具有典型的美国内政治特征。匈牙利民主无需任何人评判。埃及、沙特阿拉伯、以色列等中东多国媒体评论认为，民主峰会 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、维护霸权的工具。美式民主除了在中东和世界各地播下死亡和破坏的种子之外，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。这些情况都表明，美国举办民主峰会不得人心，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。事实上，民主峰会同民主无关， 而是借民主之名，行破坏民主之实。面对新冠疫情、气候变化、恐怖主义、经济复苏等全球性挑战，世界需要的不是挑动分裂对抗的民主峰会，而是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，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，加强团结合作，携手应对共同挑战。